家念一遍。拉拉洞。拉拉洞。拉拉洞。它的意思呢是漂流木的意思。漂流木的意思。对，然后我们在我们部落啊，那个命名的方式是在我们那个这五年当中重大事件。重大事件，就是晋升为成年人之前的这五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来命名。然后就是刚好我们在。就是在第四年的时候有发生一个就是爸爸鼠灾，对，然后我们原本以为我们会叫拉爸爸，还有不叫拉爸爸。好的。 对啊，因为我前年我也是来台东，然后也去了都兰，然后看去参观他们的丰年祭，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有年龄阶层的一个制度嘛，对，然后每一个年龄阶层都不一样，然后我那天有看到拉监察啊，还有拉迁徙，对不对？嗯，拉迁徙，然后拉立委，对，就是很奇妙。然后他的阶级就叫做拉拉洞，拉拉洞，拉拉洞，对。那我们就带来这一首拉萨洞，拉萨洞。哎，有没有掌声？那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开始。好，谢谢。我不唱了哈，我帮你那个，会不会带走？我想说，我也可以当那个乐手。那我叫什么名字？阿里央，我叫阿里央。阿里央是朋友的意思，是吗？台湾族有台湾族可以帮我解答吗？对对。阿里央，朋友的意思哦，阿里央。谢谢。